I'm a bitch, I'm a boss, I'm a bitch, I'm a boss, I'm a boss, I'm a bitch, I'm a boss。才会吃饭啊，因为他说我是黑板，他是值日生，因为值日生会擦黑板。这位姑娘，你跟立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呢是最常进出立冬家的双人组，还双人。我们在冬天最能温暖立冬的心，哎呦，就爱跟冬窝一起。哎，我以为会用那个变声麦克风，这如果是用变声麦克风，那已经是细小瓜加阿修，是差不多这种组合。那这个声音，但是这个声音是本人的，熟悉嘛，所以偶尔听出来，听出来，而且跟你窝在一起的，哎，还窝在一起呢。对啊，来欢迎两位关系人出场。一直来，你们是如何成为好朋友哈？我们算是在通告上认识的。对。那我是因为他认识的，他介绍我们认识。大家一起上通告久了，就是下班大家一起去吃饭。那立冬难道没有出手吗？哎，这个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啊，就说吧。没有出脚啊？对啊，聊聊看嘛，聊聊看嘛。还有什么秘密是逃得过我的法眼啊？就我们都会一起去他家吃火锅啦，火锅不是玩游戏啦，不是在被窝。然后圣诞节都交换礼物，这样每一年交换礼物，几人出几趟？封闭了，习惯了，封闭了，实质上的啦。那看这个立冬啊，也算是事业上越来越有进展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也这个从代班里面，今天也总算被淘汰了。是这样吗？是光荣结业，光荣结业，任务完成。对。我们读书也都会毕业嘛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了哈！那我们两个继续留校查看，好吧 ？OK 啦，你们继续。今天我们要欢送他，来一个欢送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精心策划的表演，麻辣火锅一直吃。哎呦，吃火锅！加什么料？全往火锅里。星星茶。有影射的意味吗？火锅我最爱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再加一点吃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捞一条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打。哇！哎，什么代志？地震！哇，怎么了？有地震！啦，有地震，好可怕哦！啊，躲起来！啊，对，有地震，要躲起来。哎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要下去吗？前面好像很好玩呢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哎，你在冲啥？下面来换衣服。Don't need permission。里面还这么多人，14人桌，哎呦！哇！I'm locked and loaded, completely focused, my mind is open. All that you got's gonna skin on my neck. 哎妈呀！哎，这家麻辣锅店在哪里呀？比这个更好吧？哦。
有这么爽吗？我真的会很会吸耶。那你在，你在在。哎呀，我起毛球了。我起毛球了。哦耶！真的 king 哎，真的 king 哎！哎，真的高手！哎，干嘛？哪有这样子啦？这个走起！我也不要做了啦，我跟我做一起告别了。要还手，他就要被还手。你找一个人来代班吧。我就有诚意，在这里。支持一个爱荣一个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了，办一场，办一场，上次帮你办一场。心得，怎么样？哎，吓到了，哎，真的亲哎，有唇印哎，你旁边这个唇印还在，我的妈！哇，他是说就是假亲他，然后我们觉得哦，我们都那么熟了，就直接给他最后一吻吧，最后一吻，最后一吻，轻轻吻别哦，一个吻。我听说立冬三更半夜，喝醉酒还会打给芝芝。对，哇，他喝醉酒会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会撒娇，撒娇，他说你在干撒水饺吧，就是撒娇啊，撒娇。哎，半夜喝醉打的那个人真的很亲密的人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半夜打，嘿，会接电话才是问题。You got the point， 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对，你没有啦。就说你是不是烟雾弹？我要讲，而且他们两个昨天去吃火锅，没有揪我。哦，不是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两个昨天呢是有共同朋友。对对对，然后呢约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过去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掉那个监视器？有，真的不是四个人。我看这个事情快要纸包不住火。纸包不住，对，包不住了，纸真的包不住。没有，因为他比较晚睡啦，啊，他真的很晚睡，我们都很晚睡。他为什么就是跟他特别好？对哦，我们也有电话，我们就没有这样联络过。没有约我啊？约你吃饭，你会去吗？约高尔夫球我也去，我会打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你打的怎么样？打的怎么样？不，就还在刚学而已。握杆怎么了？哦，不是啦，这不是，这是我的车。直接抢。怎么啦？我还没烧掉，还没飘走。嗯 ，OK， 哦，今天这个表演太棒，太厉害了。哎，访问中，哎，他整个捞欠光，你看看。哎，不是我毛衣起毛球，穿太多了，没有毛起球。我们起毛机已经不太好，起毛机。起毛机。对呀，真的，不过太棒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再次热情给他掌声鼓励，地棒就棒来。东哥，我自己期待你的了，来来来。你一定得罪很多人，对呀。今天这些人是不是你找的？不要放在这儿，这样不会痛啊。好，大哥对你多好。等一下手下留情啊。好，那把大家自己人。不是，你一直讲说大家自己，可是都是你在绑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跟张江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立冬最爱骚扰的朋友。哦，你都是女的哎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哇？你是我怎么觉得这个是男的？演艺圈你是啊，隐藏性妹头哦。那表示他应该是很美，不一定辣。你喜欢因为有你喜欢丑的、哦？有不是，就是有些朋友很适合讲一些骚扰的话，没有心事就聊天呢、啊。我们讲的是骚扰，你现在讲的心事，你想想，你是怎么样？转移话题，你是脑子舒服了？来，请问一下，张立东做了什么事让你不满意？他很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开黄腔。哎，你们师徒俩，他真的是一个货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他一定比我更菜，配一些笑话，这会很不舒服，很恶心哎。他之前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就问说，跟我说我跟你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啊，才会吃饭啊。因为他说我是黑板，他是值日生。这个也不好笑哦，这个那什么黑板跟值日生，你讲的你还问我，我因为值日生会擦黑板。
的名字会写在黑板上，你是擦黑板吗？不是不是，写在黑板上，擦黑板。这样这样还就是偶尔吧，就是偶尔擦，吃饭然后讲一些笑话，这样子这个吃饭才会有趣啊，对吧？冯脸，出一点声音吧。是不是你还指控我？你说是不是你？我的智障，根本没有来宾嘛，根本没有来宾。有真的，我刚刚那个就是，那猫脸很久没有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很安静，因为我也有心思。而且那个笑话我跟他讲过了。OK， 那还是做过还有什么？有一次是他自己办生日，然后他就硬要掳我陪他去上厕所，然后还想在我面前尿尿给我看，结果不可能，真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我大概记得生日，因为生日我都会喝很醉，然后喝很醉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找不到。第一，我找不到厕所，找不到那个吧？不是，找不到厕所，找不到，都要去了。Hello， 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会第一会真的找不到厕所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在那边流连忘，就是找不到，然后我就回来，又会回去原本的那个庆生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哎，拜托谁可以帮我指引一下厕所的方向 ？OK， 哦，那边。讲过射物线要顾啊，你现在已经这样了。嘿，老师不要这样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几了还没有没有，因为好可怜哦。不是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你醉到你忘记你自己尿过了，你懂吗？你也有吧，康哥？我没有，谁会忘记自己尿过？就太醉了，因为你会一直喝酒，一直喝酒，然后你可能有时候，哎，你其实尿过了，可是你又有一点点感觉，你就想要去，然后一去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其实。已经没有那么多了，已经没那么多了。那可是你想说划不来，那重点是你回去，你是不是要继续喝？嗯，你就先你在那边又可以妥一下，那我就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可是他们就只以为我在外面就是一直多久、啊、一直不出来，不是是不是这个我很了解。你说他应该是很想把他带他回家干嘛干嘛，但是屁啦，但是很想，所以在那边烤一下撸啊，烤一下什么？烤一下，烤一下，烤一下。哇塞，你体力很好。我没有啦，喝酒喝到一半去靠一下再回来喝，靠酒，靠酒，就保持那个。对对。就是器官真的没有问题，算没有问题啦。我们知道你很快，但是没想到在这一方面很久哦。可是，对啊，你们在外面我也没干嘛，就是顶多叫你们在那边等。你就一直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快出来了，这样听起来怪怪的。全是 A 片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在跟我自己内心喊话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太醉了，内心话都讲出来。对，我就说再等一下，赶快出来啊，这样。好的，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做错事？为错。如果那个是个女生，那我觉得我讲这个话。如果说你找这个女生陪你去厕所的话，基本上是不是你对她比较信任？嗯，算。是不是会有一点自己的？当然啦。哎，处罚来！这什么法官乱问话？那我们今天处罚呢，其实也很简单。你没有一个简单的，真的简单的。哎，这个触感太明显了。这一条我不知道摸过几次，用过好几次。来，哎，这个超痛。好痛！哎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你好开心！为什么算？惩罚都感觉很开心的样子，很高兴。我就是听一天话就会开心的人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把我的大便看，哇，好痛！哎，这太痛，这太痛了，这真的不行。还要一次，不行，为什么？他说他做了两次，那不是那他呢？他在旁边。开始，好了啦，哇，好，哇塞，这个月看人会高血压，对啊，这个好，六月要怎么过？对啊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因为太热了吧，这个，来欢迎，欢迎子子，耶，哇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，
怎么会有痣啊？对啊，我痣很多哎，我那里真的有个痣，我这胸怀大志，可痣。哇哇哇！哇，好好，你不要，你看得很仔细哦。我有，我要看一下，我是主持人。因为他很贱，他是先看完才赌。哦，你等一秒。我看体质最好啊，他每次上节目都超敬业，对，认真，配合度100。对，而且我都跟你一组。嗯，是大哥指定。我没有指定啊，魔力哥是子之指定我，对，我指定子之指定，因为我这一队就是比较放松的一队哦，他战力比较强了，对，我们是 relax 的，就是啊，只是你上，对，大哥在后面帮你加油，一直上，对，一直上，对，一直上。来，我们要看看他年龄的花絮。哎呦，这个这好像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哦，这个哪有人这样睡觉的，这样不行。我想参与你年龄拍摄的花絮。哎，哇哇，这水是热的吗？是热的，是热的。冷热的，哇哇，会，哦，会，好，哇，是在哪里？这个在高雄西子湾。哇，水拍的是国外一样，哇，拍的像夏威夷，这比较像柏流。西子湾这么漂亮。因为刚好不能出国，就找场地找。哎，真厉害！我之前拍了一个我去泰国的 vlog， 然后跟我妈咪，然后妈妈就穿，对，然后我妈就穿比基尼，然后爆红，然后所以就是很多粉丝就说，就是很喜欢我妈，然后我就把我妈妈拍进去。哦，因为今天二月是过年，对，就想要可以把它放在二月。好辣哦！哇，等于说提前见家长。对，提前见家长，我妈很多粉丝，大家都问我妈是不是单身。你妈身材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哇塞，不讲这个基因太强，这个基因太强。你看梁鹤群进入你妈那一页，身材真的，妈妈感觉很好聊哈，很亲切。对，亲切的长辈，对，厉害厉害。哇，这个就有一个妈妈的 VCR， 就是穿妈妈的，对，跟妈妈的。这是什么？小梁哥会很开心。不是，我说怎么？妈妈的也可以看一下，搞不好妈妈出来跟大家拜年呢、啊，也有可能嘛。恭喜恭喜，然后请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名字往下。哦，差点跌倒了，我在晃。哇，张生，真的，快点，张生跳下去救他。哇哇，妈妈也太年轻了，你们这个好年轻，漂亮吗？太美了，好迷的照片。整了，看看这个啊！哇，小梁哥，小梁哥，你怎么看完？好像没有点落枕啊！你刚刚冲到荧幕前面，妈妈很亲切，很活泼啊！对，妈妈，而且妈妈她超喜欢立冬的啊！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叫女儿，直接有女儿了。妈妈都一直跟我说，啊，立冬很好哎，很喜欢他哎，又帅又好笑的。今年过年就一起，可以来拜年，带我回去见妈妈了。就是妈妈身材很好，但视力不好。哎，好像是的哦。而且这次的那个年历的风格是，听说是全部所有男生的控都会。对，因为就是我之前大家比较知道，就是像是马尾控啊，然后可能腿控、胸控，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平常都会 po 一些生活照在网络上面，然后就开始知道说，有一次我就赤脚在家里，就有人说哦我是脚趾控，然后更夸张的是有一次我就是穿无袖，然后就拍了一个这样举手照片，然后他们就说他是腋下控，然后我才知道有腋下控哎，腋下控，他去买孜然粉就好了，所以我这次里面就有把各种控，可能就是有喜欢脚。脚趾的，喜欢胸控的，臀控、腰控、腋下控，但你长鸡眼有没有鸡眼控？鸡眼控要拍很 detail， 都有控哈，还痔疮控，全套啦，真的好厉害，厉害，各种风格都有了。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去拍这个？对啊，大概3个月，然后分别在就是找可以的时间都把它拍完。冰点热的时候拍的，对对对，从热的时候就拍下来。但是现在你要表演哦。对，我今天要带来一段舞蹈表演。哎呦，来哦，来来来，期待期待，请了。